这两个小云朵，你看它有磁性，它可以把针或者珠针这些东西吸在上面。翻到背面看是有胶的，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里面是有磁铁的嘛，它磁性是从后面透到前面来的。这木头做的，它原本的用途是通过这个胶给它粘在家门口，钥匙可以这样吸在下面，做一个收纳钥匙的作用。但是其实它正面也有磁性，所以它其实可以做吸针吸，而且它背后那个磁性哦还蛮强的，也就是说可以把它一整个吸在洞洞板上，上面再把针吸上去，这样子用。这两个小云朵，我平时就是直接给它吸在洞洞板上的。我的排湿瓶才拿过来，你看，你看这里面这个银色是磁铁嘛，黑色这是胶，不管它，就看银色这磁铁。其实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家的很多冰箱贴也许也可以起到吸蒸汽的作用，就是背后有磁性，并且一整个如果比较薄，然后后面那个磁铁它磁性透过前面这个，仍然还是有一些磁性可以把针吸住，只要有这些特点，你就可以拿来做吸蒸汽。你可以现在就带着珠针或者针去你们家冰箱前面试一下，有哪个可以吸住，哪个就可以。它这个是木头的，所以它比较厚，有一些厚度只有它的一半，很薄很薄那种，很多都可以。吸尘器款式很少，但是冰箱贴款式很多，所以你去你们家冰箱前面试一下，也许就有好看的冰箱贴可以拿来做吸尘器来用。